The Singaporean Mandarin dialect. 新加坡华语。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. 世界人权宣言。人生而自由，在尊严及权利上均各平等。人各富有理性良知，诚应和睦相处，情同手足。Numbers.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Greetings and phrases. 你好，好吗 ？Hello， 早，吃饱没有？午安，晚上好，晚安。也来聊，再见 ，Bye。你会不会讲华语？我现在住昂摩桥，以前的警察穿短裤的，来后面烧。这个礼拜要不要去 JB？ 巴车记得要放 coupon， 不然等一下又中啥门。Vocabulary： 波底、下波、阿隆、巴沙、巴仙、德士、巴士、对付，什么来的？险，等一下，这么鸳鸯。余生，给博，做工，一个字，七点九个字，一路来，硬硬来，拍拖。The rain， 交聊，交聊在车库里进了个窝。有一天，交聊爸爸和交聊妈妈飞出去找食物，给他们的孩子吃，小交聊就留在窝里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交聊爸爸回来了。他问：“这里发生什么事？谁来过？为什么你们怕成这样？”小交聊说：“爸爸，刚才有个大怪兽，很凶很恐怖，他的大眼睛瞪着我们的窝，吓死人了。”交聊爸爸说：“是啊，他去了哪里？”“他去那边。”小交聊回答。“好，我现在就去对付他，你们别怕。”交聊爸爸说了就飞出去。他转了个弯，看到狮子在那里走着，交聊爸爸一点都不怕，降落在狮子的背上，就骂他：“你这么来我家，吓我的孩子！”狮子不睬他，继续往前走。交聊爸爸就更生气了，更大声的骂：“我跟你讲啊，你以后不要再来啊！再来的话，我就给你知道。”交聊爸爸把一只脚抬起来，用力打下去：“我一脚打坏你的背啊！我跟你讲。”然后他就心满意足地飞回了他的窝。好了，他跟小交流说：“我已经给他一番教训了，他不会再回来了。”